终于等到我了。没有，你还记得我吗？我昨天是最后一个没有吃到你的饼。对，是的。好的。对，一个蛋就可以了。再加一个蛋吧。那么晚还过来找我。老公，你看那饼好圆。你熟悉的敏感点，对不对？我要拍照，我虽然昨天拍过了，但我等一下再拍几张。那等会拍好。好。那你想吃什么酱？甜的、咸的、辣的。我想要你给我画爱心。画甜的、辣的。是的。画一个大大的爱心。哇！是不是很方便？是的，超漂亮，给你点赞。我好像有两个人来替我们拍。小猪肉，然后鸡柳串。那个肉松、土豆丝跟小辣条。好的，谢谢老婆，一份就可以了，其实。啊，谢谢老婆，你真好。是的。哇，谢谢你。